主持人好，然后评审老师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桃园的吴云珍小珍，谢谢。小珍，她原来是从事美发，对不对？对，从事美发，哦、做了几年？哦，也做了蛮，就是从念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了。对对对、哦。那为什么会去转身到保险界呢？刚开始也是想说，哦，就是多做一个。哎，试试看这样子，嗯、没想到就一试成主顾，就做20年了。哇、嗯、，OK， 那唱歌这件事情呢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因为我们家就是电梯上有贴那个就是歌唱班，啊、对，然后一直招生广告就对了。哎，对对对，我想好，那我就打去，然后就开始报名，然后就开始唱歌。嗯，对，然后开始唱歌之后，很多朋友看到我唱歌，然后或者听到我唱歌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不要去报名红人榜啊？”嗯，而俨然好像红人榜它就是一个标杆，会唱歌、喜欢唱歌，就是一定要来红人榜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试炼。我是说实在的，不管输赢，能够站到这个地方来，有站过，真的是你在歌唱的领这个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对对对，的确是标杆。这个我们也没有要客气。对对对，你干嘛这？是啊是啊，有没有听过以前有一个蓝宝石大歌厅？对，没有上过都不会红。你有来上红人榜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就是有那个机会。对，阿内赛，阿内赛，阿内赛，超贵啊吧？结果我还哭啊，拍谁拍谁啊？自己播看没超车，还那个啊？那你今天带来什么歌呢？雅文老师的《最傲列车》。OK， 那廷敖要唱的是《咪奈将你等》。那阿 Sir 要唱《熊出没》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《熊出没》是他去便当店要熊出没。OK， 感动。陈雷大哥的《你写给陶喆》，你写给陶喆。好，我们来掌声欢迎。谢谢吴云珍。